庆祝台江建筑200年，市府文化局规划一系列艺文活动，要让安南区热闹几套冬，拍头定登场大戏。台江五梦演出融合舞蹈。戏剧，爱车是啊，好啦，演唱，当家长，台江建章，台江建章，起长，秀发，传统舞蹈，并有知名艺人方俊、苏俊颖、张诗颖扮演一家人。透过趣味的情节，让台下的观众笑不停。京剧歌王谢明佑和安庆国小合唱团也做伙演唱《台江人》，再予观众满满的感动。200年来的轨迹啊，安南地区发展，现在成为台南市第二大人口第二大的行政区，人口总共突破了200,000，也是一直逐步发展欣欣向荣的地区。那我想，走过先人走过的路，我们无法来去参与，但是我们有这个使命，要来保存，而且要发扬光大，而且要去让我们下一代了解先人的。辛苦以及他们胼手知足开疆拓土的这个努力，因此呢，台江建庄200年，它不仅有历史的意义，有文化的意义，也有更有宗教的意义。台江建庄200年精彩历史，台江五梦大戏分别在了6号和7号演出，两天的公演吸引将近6000人到场欣赏，这会用欢喜又够感动的心情迎接台江建庄200年。但是我们张硕为采访不得。